我不踏实，再进一个呗。好球！哇，他这个扣的不赖，扣的不赖，扣开了我的中卫，直接传中后点头锤，后点再顶越位了吧？解围解围解围，先解围，先解围。巴卡约科花的好像是最贵的，2000多万，巴卡约科好像往里直接一挑，很危险。我操！